看一个真爱笑。各位，今仔来这条才是正港的。大家看好，这条跟那条无同款，看对一条较早，对一条较光，对一条较久，酸椒跟玻璃无同款，对唔对？白白光光，头壳顶，甲头壳内底想的无同款，对唔对？我伫新北市看到真趣味，因为鸡妈对手，迄、那个光光的，伊就是新北市的人，可能大家无熟悉，我讲予恁参考，伊就伫新北。中和贯穿的囡仔，中和就是洪秀柱遐啦。伊做过台北县的议员，当时县长，大家做熟悉，就是咱尤清。伊做议员，甲尤清牵背啊，跳起甲拍尤清，佮对内骨带甲吹一个响，甲吹死。后来，伊选立法委员。第二晚呢，将淡水边拍到住院。过来，伊要阁选立法委员，争取国民党提名。因为出乌函，去予国民党甲取消竞选资格。安尼个人，今仔国民党捡做宝，啊，国民党就差不多是即款水准，所以也拄啊好。但是嘛，讲即个要来做高雄市长，大家都好好啊，爱考虑哦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各位啊，伫台湾民主政治，高雄是圣地啊！高雄真是大，民主圣地高雄。第39年前的历史事件。好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金秋连线的现场，台下的这些支持者们呢，看来非常的热情。现在现场据说已经有达到万人了，果然是绿营的铁票区，支持者相当的热情。